鸡皮我。鸡皮全部都是鸡皮全部都是鸡皮全部都是鸡皮要害鸡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小包。 Hello Felix， 我们今天来做什么？我们今天来开箱开五十箱。当初玩 Overwatch 的时候呢，我都还忍住手不放金的，不过今次的 skin 实在太漂亮了，我忍不住要放了五十箱。我的目标是我的目标是 Mercy 的金 skin， 死神的金 skin， 斩鼠的金 skin， Symmetra 的紫 skin， 跟着莱恩的紫 skin， 跟着那些人可能不知道是什么，你就这样说的话呢，不紧要的，我们抽到的时候就会跟大家说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即刻开箱了。真是出来的知识，来了这个真的，这个真的不得了，这个真的这个特色镜头好漂亮啊。尤其是我最近开始玩，即之前就想着玩一些自己不懂玩的角色，最近开始玩死神士兵，我发现我是玩到的。他玩到的，他很害怕的，所以哇很想要有点帽子。我喜意即刻换。今次真的多了很多东西，第二次凌晨更新真的孤區不到。孤區不到。三百粒。OK。魔法那点没心的心。魔法那点没心的心。好了，即刻用了先。我想呢五十箱入边集齐晒我想要 skin 之余，同埋好多 RIP 嘅胜利姿势，我要换晒所有都系。我估你抽完之后可以突破一万蚊。唔会啦，哎呀！知噶。萧云嘅脚，哇，三个。好过瘾。佢全部啲胜利姿势都好正。嗰啲胜利姿势真系好难正。不过可惜咯，点解原始嗰啲冇 skin 噶 ？Toby 都有。啊！呢个都好得意啊！好搞笑啫。超！我知唔知我最想抽到嘅 icon 就系佢。竟然系咁。系啊，超可爱啊佢！我咁犀利啊！嚟啊嚟啊！蓝老猪耶！居然系蓝老猪！你唔玩过，但系佢喺我金 skin 入边四个金 skin 入边系最冇兴趣嘅咯。我觉得佢好核突啊，好恐怖啊，系坚恐怖咯，我唔想要。又唔系真系坚恐怖嘅，对比起士兵嗰个同埋半座嗰个。算啦，唉。佢呢个都还好，不过怪人。反正我都唔用噶啦。系啊，你都唔用嘅。喂！哇！噴漆這個噴漆好過癮啊，好搞笑，機兵小個竟然是一個人。不是啊，這個是其他小朋友 cos 機兵的。 cos 機兵是啊，即萬聖節不是很喜歡 cosplay 的小朋友。我小個都扮過女巫的，因為他其他人都是變回小個咁仔嘛。不是都Diva 都是 cosplay 的、四隻啦。喂，我不是要這隻 Mercy 啊，法拉。我不理，我抽不到一定會買的 Mercy。 我昨天已經想買的。哇，來了Yeah! 哇，中了雷击！哇，真呢、這个真系超级靓，黐线！一阵间大家看埋我扫把添啊，真系要，真系要，太靓啦！我睇外国啲 YouTuber 一百抽咧，抽到三次 Mercy 咯，仲要唔止一次死神啊，即系各种金 skin 啊，斩鼠都中晒，系全部中晒，中咗好多添，好容易出金 skin 真系。我想讲有活动嘅时候系特别容易出金色噶咯，即系之前运动会嘅时候咧，我都开七百个金箱咯。所以今次货金咧，其实都 OK 的。我觉得系货得过噶。所以佢忍唔住。我居然会货金，我都估唔到。啊！我想睇机兵嗰个语音添，点解要发嚟睇？日文嚟。翻嚟先，半藏啊，好得意啊，好可爱啊，半藏。喂，俾啲料到啊！哇，呢个真系，你乖啦你。我已经七千蚊啦。我又系咁，加二百蚊阴公，你唔好退啊！真系唔好退，你再七千。你睇翻个。Playback 你做几多个样几颓？我得翻三十个箱咋？你开好少咗，我想讲。啊咩啊？佢真系识过就咁大力噶啦佢。系啊，所以我寻日其实我寻日有讲过。喂呀，点解咁噶？睇外国啲好多金噶。你啱啱都连出过，其实都 OK 嘅。嚟，继续。唔够多啊！俾士气你。Give me some gold。我有啲料到。
妖应该系咁中佢啊！我唔用猪噶，继续，唔用猪啊！继续啊！唔好理佢，继续。还好，继续。两个紫色，阿妈诶，都好，唔系喎，阿妈我有个靓啲，唔要。你有金色嗰、那个，有金色个后生，紫色。其实我很不舍得女神的，我一直纠结紧吸血鬼和女神两个 skin， 但系万圣节就用一用先啦，因为真的好靓啊！佢红黑咧，仲隐约见到佢条底底咧，红黑，跟住你睇佢对袜，佢对袜几靓，佢对鞋咧几靓，哇，超靓！系眼珠嚟噶，系佢个 webcam 眼珠，我哋应该俾大家睇下。呢个劲有 feel 咯，佢嚟都系各种紫色。我想要你啫，你唔需要连出两个。你俾个莱茵紫色我都好啊。金色，金色。抄念吗？都好，好过蓝露珠。梗系好啦，真系金，俾钱你金色。我想讲 May 呢个语音好正，你听下。咩事啊？好得意啊，佢个语音。唔知佢讲乜嘢。都系听唔明佢讲咩原来。阿猫个系啊。阿猫个咩噶？好 PK 啊！食落地下，地下汁咯，你想糖？地下俾你，去汁啦，咦？莱茵，喂，乜讲即刻中开口中嘅？呢个真系好有 feel 呢个真系。喂，既然系咁，喂，死神金 skin 啦，唔该。完全系做到金 skin 嘅潜质。喂，使唔使重复晒啊？炸弹鼠。呢个咩嚟噶？呢个笑，有个黑字。我继续。诶，都好。死神呢个真系躝上嚟。死神唔系应该唔会死嘅咩？点解会匿入坟墓？需要唔需要躝佢上嚟？唔该晒。喂，俾啲金嚟啊！搞错啊！等我嚟。嚟嚟嚟嚟嚟。出嚟啊，南瓜！我系抽到最差嘅组合咯。咩啊？你睇只莱茵哈特啊！唔得，莱茵我有成就喷出。再嚟。你做乜两头套用啊？再嚟。如果你行开。垃圾噶！喂 ，Tommy 又偏庸啊！一啲意思都冇，一啲意思都冇咯，垃圾。即系因为我抽完嗰两下，你即刻做翻紫色。就系咁啦。OK。佢问 Hello 边个语音啊？都机兵。有啊，我啱啱抽到咯。诶，好得意啊 ，Tommy！ 喂，得翻十六个啫喎，佢已经有成就像素噶咯。哇，好紧张啊！突然之间。得翻十几个，诶、又好啫。呢个有条龙真系好得意啊！你调转咧，有几多条龙喺后边躝出嚟，好搞笑。好似抽两只惊蛰，俾你抽一下。诶，我 high 咗咩？继续 OK 喎 ，Diva。哇 ，Diva 呢个好搞笑啊！喺度举嘢，死咗都要举嘢，死了都要耶。再高，继续高几度咁样。啊，你连抽两次都系白蓝，咪三次。我唔信，我冇可能抽呢个咁屎嘅，我顶抽，我顶好废啊 ！Oh my god！ 我上一次五十抽咧，佢都喺我隔篱帮我抽，然之后佢抽嘅每一下都系咁核突，咁唔系咯，上次唔系噶，两只紫色噶，有次金添噶，我记得噶。啊！你啲运气。我啲运气 OK 嘅，好废啊！你啲运垃圾。我行开啲先。都行开啲啊！喂呀！拉屎六个，你唔好翻嚟，你翻嚟就系猪啦！因为有你只猪喺隔篱啊！我系冰猪。但系你坦入边，你猪系最劲。来继续。我而家有啲起鸡皮喎。你唔好喊啦，你乖啦。猪全部都系猪，全部都系猪，全部都系猪嘢啊！又系猪。你行开啲，你啲猪行开啲。
拉屎一个，生性啲啊，醒醒定定啊，去禁食死神俾我。乖啦，你都系。点解我抽到五次金色都系猪噶？呢个真系好恐怖啊！点解系猪啊？好恐怖呢个真系，你系咪决定自己买啊？我差啲揿错啦，老买死神 Buki 金色嘅位点？蜡烛噶，哇，好靓啊！再光啲咧，嗰个南瓜位系咯 ，Oh my god！哇，好靓啊！我哋睇下佢嗰个咩啊特写镜头，配埋呢一个啊，越执越味。哇，认到妈唔认得？大家睇下佢条扫把，我系未有机会睇到金扫把，而家去睇下，冇乜特别啫。有乜金错位？我觉得佢系咯，佢金咗啲唔应该，应该中间有条木色系金噶嘛？唔系咯，点解金咗扫把嗰度系咩事啊？好奇怪哦！睇埋支枪，个木枪。嗯，木整嘅枪几型，几靓喎真系，金色。佢又系木嗰度都照木噶，都系金彩嘅。我觉得 Mercy 金色呢个唔靓，我哋俾埋其他 skin 嚟睇啦，就系悭傻系咁样嘅，恶鬼啊，系几恐怖我觉得。我觉得士兵都好恐怖。士兵嗰个支枪好靓，喺边度啊？但系个造型嘅。嗯。啲枪系几靓，嗰只红色真系好靓。跟住机兵嗰个 skin 几可爱，我打算买咯。其实，因为佢变埋乌鸦，劲 Q Q。佢中间系 whip 咯，几系啊，好搞笑啊！所以我决定买咗。老买抽唔到，好老咩？好老啊！五次都系猪啊！炸弹鼠你会唔会买？应该唔买啦吧？唔买啦，我都少用。系咯。尾嗰个特写镜头我几中意。几好啊呢、這个，但又要750喎，真系好乸贵。呢个留住先啦，你唔系咁特别嘅话，抽翻嚟。嗯，我觉得要留住。跟住，唉，嗱，我真系唔想讲，退乸咗。退咗，见到佢。跟住花华咧，呢个就我已经抽到啦。乜佢戴完头壳之后，戴完个咩啊？头套。头套之后系唔会睇得出噶，系佢个样系真系恐怖嘅。但系如果佢戴咗头盔之后咧，系真系睇唔到。佢嗰啲火好有 feel 啊！啲火。同埋咧，佢玩嘅时候真系会着，即系好似发光咁样，系即系佢同莱恩一样都好靓咯。莱恩嗰个真系金色 skin 嚟，我觉得系。其实又未到嘅，佢系原本呢只蓝色，跟住烂咗咯。哇啊！仲有 Santa 呢个系唔靓嘅，我觉得佢系咁多个 skin 入边最样衰，即系最冇特色咯，我觉得。即係有人講嘅話，如果啲豬豬變咗做南瓜或者變咗骷髏骨頭嘅話，就會好好多咯。我覺得佢唔值750元。其實好靚咯，炸彈鼠一個，即係佢個樣比起其他嗰啲係正常好多。變翻正常人。其實佢呢個真係好靚，我當初都好想要，但係抽唔到。睇下點啦，睇下遲啲會唔會有心情買啦。再話唔定我可能玩玩下星星下咧就抽到咧。跟住 papaya， 巴拉格拉格拉。其实我已经齐晒佢啲金 skin 嘅，佢有两个靓嘅金 skin， 我都一直都唔肯换。但系呢个吸血鬼一出现，就令到我改变心意。个欣赏女神真系救命啦、啊！不知几靓，你唔识欣赏。你确定？嗯。诶，好靓啊！呢个红黑真系好靓。我哋睇埋武器。系啊系啊，武器。最低。Reject。得得，系眼球嚟啊！好 Q 啊！好 Q。你唔觉得好得意咩？个细细粒嘅眼仔，啊，原始嗰只射镜头，呀、yeah ！佢终于系咁劈嘢啦！知系几型嘅，不过我觉得都系唔值750元，比起死神嗰、那个，比起死神嗰个差好远。佢系一开始呢度几型咯，跟住劈都麻麻地，死神型好多，当然型啊！呢、這个 feel， 哇、哦，型到妈唔得，再衬埋南瓜头。好，非常之期待用新 skin 去玩啊吓！咁好啦，我哋如无意外嘅话会直播再见噶啦，拜。